台湾话，长辈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四段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长辈指辈分高、年纪大的人。例：这四段的人对待婴儿唔通大细心。做长辈的人对待晚辈不可以偏心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